我望住呢个位啊，就系大角咀大全街54号地下 C5E3 同埋 C5E4， 你睇到图迹噶啦。咁啊，近呢个角翔街嗰头啦，呢个位静啲噶啦。咁啊，大角咀一般就即系叫做好多大厦重建咯，住宅重建咯，个吹水咁吹啦吓。咁啊，但系就呢个位比较静少少。佢侧边个 corner 位就之前卖过嘅，咁就系嗰个地产啊，同埋嗰个咁咩标题咁啦，咩 C20 点知咩20个标题啦。anyway 嗰、那个嗰度就卖咗1000几万咁嘅，呢个咧就卖咗1458万，啱啱圈住你睇到噶啦，就是、一个发型屋同埋一个家居装修嘅公司嚟嘅，租金合共19600蚊，回报1.6厘，回报低啲，回报低啲，咁啊但系就始终都要大大件啦，咁你每间铺咁你除落去嘅时候，每间铺700多万，你想点啊？咁啊人流少啲，但系都叫市正正一间铺啦。两间嘢加起嚟嘅时候咧，就388尺加344尺建筑面积，门户大概17尺啦，深大概20尺度啦。咁啊呢个咧就系琴日啊星期三16号嘅时候下昼5点嘅时候影嘅街景嚟啊，就市传就呢两间嘢卖咗。因为咧呢个原本买嚟一嚿咁，之后拣咗做呢个4嚿嘢，咁啊咁嗰两嚿黐住呢个角翔街嘅就卖咗1000几万。咁啊呢一个咧，我 video 你抄翻啦，都有录过啦之前。咁啊呢个就卖咗1458。萬加埋你2400多万，好似佢入嚟1600-1700万到嘅，我仔细我唔系好肯定啊，冇咁多时间研究太多。不过呢个位就比较静啲，咁但系就 OK 嘅，咁啊1000多万，咁两间铺买入嚟想点啊？如果俾个分数嘅话，5分市价，10分超贵，超平，1分超贵，咁我觉得就5.5分左右啦。咁啊感觉都 OK 嘅，700多万一间铺，咁啊书记又话 OK 嘅，又大个最都算做有前景。呢、这个位置有好多重建项目，咁都好嘢嚟嘅，咁啊恭喜个买家啦，其实都买到好平嘅，好多谢。